你的胯，你的前面的胯，只要和你的肘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围里面连不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拳里面的秘诀。这个东西你们记下来就行了，用汉字把它写下来，这就叫窍，诀窍的窍，窍就是空，就是窟窿的意思，窟窿的意思。我们统一的在中医里面，两个眼把它当成一个窍，它分了两个，但是一个窍。你的鼻子它不是个头上的部位，鼻子这个是虚假的给你放在头上，但鼻子是肺啊，它通的是肺啊，不是通着你的脸啊，它通着膝盖，并且它通着后膝盖。所以你看这个东西，这不就是很神秘了吗？怎么说这个轴是在后膝盖上，那离得很远呢，一个上一个下，中间是空的，也没连着，这就是诀窍。你的这个轴连不到后膝盖上，这就是你们的窍不通。是学的一窍不通。他这个这个他这个接得好。